准备。越幸运的样子，超油哎、欸！蛋糕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圆形的。好。哦，我现在人在弘大，因为今天我台湾朋友，我的好朋友现在来韩国，然后现在来弘大找他们吃晚餐。好啊，应该明后天都会陪他们，就是在首尔走跳。明天是韩国的公休日，所以我猜等一下弘大应该会超多人的。好，今天天气比较热，所以我就穿短袖，穿这样。牛仔裤。决定还是来之前吃过的这间，兄弟炒肉，人超多。准备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OK， 基隆夜市，你又没去过，去过。好、哦，他要去九份不是吗？对，我们一起去的。对啊。要被录进去了吧？对啊。我这边有折扣，然后人超爆多，排到门口外。阿姨，大家好热，我现在位于 QX， 就是奉恩寺站。他们早上先来 QX 这边的水族馆，但我自己本身对水族馆没有什么兴趣，所以我就叫他们先自己逛，然后等他们逛完我再来找他们。所以现在先进去找他们，然后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要去奉恩寺。大家知道吗？最近就是奉恩寺里面的手链超级有名，就是好像你有什么想要许愿的东西，然后你去那边许愿，然后买他们手链，好像很灵验的样子。因为 QX 非常大，所以大家路要好好找，不然有可能会迷路。但是他通常沿着他的指示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就会走到图书馆了。QX 这边其实有很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商城，然后有很多品牌啊、店家，还有吃的喝的都在这，所以蛮推荐可以在这里安排个半天左右。从地铁站走过来大概要五分钟吧。啊。一二三，再一张。现在在凤凰寺，超热。这边是有个大佛哎，凤凰寺这边有个，我们刚不要走到那吧？有一个很大的佛，它很漂亮哎。你过去，还没有？哎，我也太烂了。我擦眼镜啊！超级多手链，各式各样的，真的很多人都在买。外国买了两条，好像颜色越多越幸运的样子。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抽奖，很漂亮哎，好像比单色的好看一点。嗯，对对对。中暑了哦！我们现在到益善洞，人好多、哦。这是什么周末市集？比我想象中的人少一点哎、欸。我这样看很漂亮哎、欸，你看镜头。这是什么海盐面包？盐可颂。对对对，盐可颂。我刚刚台湾是这样挖这个，那应该就是吧。旁边可以坐着吃哎，有一个小空间。可是我们哦，哒咪哒，走，可爱吗？可爱啊。这边要，这边的位置要点咖啡才可以坐。很酥哎。真的吗？我上次有哎，我上次吃就觉得超油的。很好吃，吃吃看，好吃吗？嗯，很油，很好吃，超油哎、欸，很好吃吗？你现在肚子饿了吧？嗯，很油，很油。在里面，有人肚子饿，再来吃小吃。
也在益善洞的巷子之中，因为刚吃了有盐面包，所以现在不想再吃甜点了。年糕锅里面的装潢长这样，益善洞这边全部很多店都是这种韩屋改造的，就很有气氛。现在才4点多，好多人都在吃。太疼。我们刚吃了年糕锅，不知道是因为这边观光景点关系，所以比较贵，两人份是17000，然后我们加点了很多什么肉啊那些有的没有的，所以整个吃下来快30000块。但我们3个人分，所以我觉得还 OK。现在来另外一间咖啡厅，叫做那温。很美，而且我们刚好抢到最后一个位置，虽然很饱，但是它的蛋糕看起来超好吃，所以我们还是点了。是不是很美？没了，对，他说的。啊，有啊，这个。哇，我想说他没有干什么。嘿嘿，真的。我们的草地抹茶蛋糕，它下面是那个巧克力抹茶蛋糕，这个是柚子茶，这是柚子气泡饮，这样子总共26300。行到歪，蛋糕坏掉。嗯，很茶。嗯，不会，很抹吗？嗯，很好吃，很清爽，我嚼得很清爽，就是。他对焦，你不对焦。我对我了。以景观那么美来说，算好吃了吧？这是白色，是豆豉眼，而且长得很哀怨。我们现在来明洞。然后那时候很多人问我，就是我去伦敦穿的那一件蓝色针织衫是哪里买的，就是在 Top Ten 这家 Top Ten， 然后现在在打折，所以我跟我朋友一人买一件，两件是49900。我刚刚又买了一件黑色的，这件穿起来特别瘦。然后我朋友就是买大家问爆那个水蓝色，走走走走走。对，哦，晚餐带他们来吃我最爱吃的火锅刀切面，耶，这个是紫苏叶锅。香啊，会有用那个香油。啊，有点烫。烫。满分10分，几分？9分。9分 ，OK。那1分去哪了？少了什么呢？少了酱油。哦。有点不够咸。跟这个一起吃。然后，现在人位于圣水洞。走。好一。啊。耶。走吧。直到还没拍完，我喷你们就到了。早上有人去做医美，不是我，不是他，有人去做医美，然后我就没有去了。现在先带朋友来吃个咸的。我本来想说约圣水是要吃咖啡厅，但是他们肚子饿。然后这一间马铃薯排骨汤也超级有名，每一次来都排队，但现在4点，所以没什么人。里面就是长这样子。
蛮大蛮干净的。这个要推下去，让它下去滚。好，它没有肉，它其实就是在啃那个骨头。对，小的29000，中的34000，大的46000。排队名店有好吃吗？不错。我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评论。这个应该是牛骨啊。猪骨。好，猪骨。没有。没有有。完全没辣哎。对啊，没有辣。我以为会辣。哎呦，小黄瓜沾这个，这样子，简易用的。好像最近新开的浮夸咖啡厅，上面有一个是什么桃树还是樱花树的，然后它的面包是熊熊的模样，拿到一副隐形镜。我们现在来到首尔林喝咖啡，还有可爱的小熊，哎，这好可爱哦，是可爱。这个，这是鸡蛋糕吗？买这个。好，买。野餐到老北京。野餐。野餐。野餐。熊熊。咖啡杯里面。对啊。但是店员没有喝。韩国的奶茶都这样，对对，拿铁蛮好喝的。旁边很硬哎、欸，很像石头。哦，好。是什么？就蛋挞。好吃的蛋挞。很甜吗？不会。好吃，好像是一个熊掌。对对，还有楼上。现在移动来解放村这边吃晚餐，来看夜景，然后人蛮多的。来看这边一整条都是餐厅，然后这一侧的餐厅、咖啡厅啊，都可以看到夜景，因为它的另外一侧的风景是长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去的那间餐厅呢，还可以看得到。南山塔在这边是吃披萨的地方，顶楼的位置。哇，刚刚突然下了几滴雨之后就不开放楼上给大家坐了。楼上很美耶，哦，那边有一个餐厅，不知道为什么其他餐厅都有在收坐外面，可是这边就不开放了。楼下也是一个住外面的餐厅。哇，另外一侧就是南山塔，气氛很好。刚刚这家等的人太多，所以我们现在绕来别的地方。啊，我之前来过这间，哇，超有气氛哎，哦。但是这两位不喝酒，天哪，大家都坐在外面喝一杯。哇，哇，好可怕。可爱哦！你没有做圆形的。现在移动到我家附近吃炸鸡。
其实就是一个小酒馆，然后点了几个薯条，先跟你说烫手我之旅一个分数点。我想一下大家回答。这是柠檬虾球，还有不、哦，这个是炒洋葱吗？是凤梨虾球味道吗？嗯，有柠檬的味道哎、欸，这是柠檬虾球，柠檬虾球，嗯，清爽，嗯，这个是原味的炸鸡。这是大蒜酱油炸鸡，都是带骨头的，因为没有骨头会很干。干了，光闻味道就觉得很咸。鸡蛮嫩的，好好吃哦。是我最喜欢的口味，酱油大蒜。这它比较偏甜，烤出的比较咸。看你们走远的样子。你们要下去了。带朋友上山下海了两天，应该所有的点，感觉该跑的点都跑到了。现在在准备回家的路上。好的，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给我一个喜欢，然后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